啊，有没有感觉他前期每盘都能赚？他们可以被围了，你这下得 TP 了，又难破口。别死了 TP 好，这边这个黄皮应该杀不死。有这个问，今天还有其他的比赛吗？哦，不知道哎，我也不知道。这个 TP 杀了这条狗啊，杀了个黄皮啊，也不算赚，也不算亏吧，感觉赚了经验啊，赚的是经验，我觉得。力气比较怕 MK，恐惧没那么怕。Happy 出力气，我 Happy 他这样出力气，唯一的理由你们知道什么吗？就是他要出骷髅海，他如果不用骷髅海的话，他会发恐惧的。一位玩家就会正遭到攻击。这他用骷髅海，他肯定用骷髅海啊。你看，果然是奥法大法师。你打骷髅海，你必须奥法大法师，因为你的蓝乌要回蓝，你要必须有光环。比如说出血法，我感觉出血法就不靠谱。奥法大法师，然后，大法师三级血两级光环。浪漫觉得，哎呀。暴风雪不行，还是踩地板时代。暴风雪还会被沉没，还是踩地板时代啊？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击。这边过来抓链接，部队有点残。Happy 的话就两个英雄过来抓。哎，MK 不要太凶啊，你不一定打得过人家，大哥。有必要 C 这个怪吗？啊，他要升四级。哦，难怪 C 那个怪，这边两个步兵直接给你反补了，真狠啊！真狠啊！这边 MK 要锤，哦，好，直接把蓝胖子秒了，掉的是大蓝瓶。这里浪漫自己也是死了不少兵的。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击。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击。这货继续练啊！双方这盘的经济差的倒没有说特别多，这种局我看好 Happy 啊！这种局我看好 Happy。你们呢？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击。主要我不是很看好 MK 打骷髅海的表现。我不是很看好 MK 打骷髅海的表现。拔这么多骷髅，你踩得过来吗你？你说骷髅海有改动吗？我好像有改动，我也不知道咋改的，我也不知道咋改的。这边，哦呦，浪漫这波可以要偷练这个点，但是 Happy 也过来练了，那尴尬了，练得完吗？先练大的，直接秒大的，踩一脚。这波浪漫感觉自己啊。感觉能偷一波别人的点，但是别人来了，哎呀，那这波也没什么卵用啊！过来，正好撞见，打不过这波。哎，MK 怎么走了？大哥，你被哎，啥情况？快 TP 大哥，赶快 TP！我靠，这脚踏车直接把人砸死了，没 TP 啊，Romantic！
TP， 梦游呢？又磕了个蓝屏 ，TP 鞋怎么磕个蓝屏干嘛？我靠，这波罗马蒂克在梦游，他这波让经验 MK， 然后别人过来了他也没反应过来，然后完了之后被逮了他还不 TP 改还不赶紧跑 ，TP 鞋最后还磕了个蓝屏。他怪被抢了，直接 TP 走就好了。哎呀，这波血亏啊，这波亏完有点难打了，人口落后啊现在。他有点贪，好吧啊，他偷别人的点还要让经验，你赶紧偷了就跑，对吧？你个啊，一般都是做贼心虚啊。Romantic 这一心是一点也不虚啊，心是真的大，好吧，还敢练，啊不还敢让经验，完了自己的点要被抢了。对吧，是这个下雪的一级的伤害有限啊。哎，宝物专注光环捡到宝了，抢到了专注光环。很关键。MK 三级踩地板配暴风雪清骷髅。但是骷髅继续招 MK 自己也扛不住啊。民兵敲下来，这民兵等会都不会被人。他不会变成UD的骷髅吧？这民兵，别正好没尸体了，搞点骷髅出来。这波英雄没蓝了，还被选择了 TP， 还被这波抢了别人一点，抢了别人一组经验，然后自己被打 TP 了，杀了对面一点农民啊，农民都无所谓的。这波浪漫倒不亏。这波浪漫倒不亏啊。他砸什么东西啊？他这里有怪隐身了，他砸一下把他砸醒，那怪好像死完了呀。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击。驱散又无用啊，不是，哎，你不是别人招了就立马能驱散的呀，你要操作的了。浪漫这边还是想进攻啊，他还真升了这个破法的偷啊，兄弟，不，你这个一个一个点的偷真的很难操作啊，兄弟，一个一个偷真的很难操作，你难物还要操作，技能还要操作，这有点难操作啊，兄弟。他等我破法要偷别人的小骷髅了，我跟你们说啊。看看等我这个偷的效果好不好啊？啊，看等我这个偷的效果怎么样？好吧，兄弟们，这个还真没见识过。为什么今天都是骷髅海？因为最近 UD 用这些的战术赢不了啊，他决定来一点新东西啊。啊，偷狂热，偷狂，他那个他升的是那个偷，他升的是。他升的是反召唤的那个头，偷召唤物。好吧，我个人觉得这个偷的效果不会好啊。我个人觉得偷的效果不会好啊，我个人认为啊。那么的光环卖了，他帕拉丁升了光环。我说比没有好，主要是操作起来一个一个点很难操作，特别费劲操作起来啊。如果你有多余的操作，你有多余的操作，我觉得可以啊。等会别人四十个兵，你偷十个兵，有个屁用啊？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？啊？Happy 这边已经94人口了，破了80了。Happy 还搞了一个这个，搞了一个否决。
一正一反，你偷过来的，你首先你是没有攻防的，对吧？再一个，你有空去操作偷，不如操作南无多驱散底下，别人少的更多，我觉得我是这么理解的啊。你有空去操作偷，你不如操作南无驱散，别人少的更多啊。啊，我这么理解的，兄弟们啊，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啊？最多吞了25个，他后面会招的呀。怎么敢我就感觉这个团战人族没戏啊。我就感觉人族没戏呢。把树砸开，人都套星火 ，Happy 的人火已经98了 ，Happy 还在等群补啊，因为现在 UD 家里没群补了，他得再买点群补再打。现在 UD 已经攒了2本群补了，再等一本 Happy 就要上了。德国的比赛我还没出现啊，还有亚洲区的第二轮预选。好，浪漫94人口了。两边都是3本群补，这里赶紧招骷髅，看能偷几个，看能偷几个。这边 UD 吃了第一本群补，砸，偷了没啊？偷没偷啊，大哥都没看见偷东西啊，满蓝兄弟，算了，操作压力太大了，咱偷不过来了，好吧？那操作的东西太多了，这个技能算下来也没用，没用就没用吧，先不用这技能，先打着先啊。这边骑士的状态已经全残了，目前战损很接近啊，但是部队状态来说，人族是更残一些的。这边亡灵的话，三本群补已经全部都吃过了，直接这里 TP， 浪漫这边 TP， 好 TP 的时间很及时，也没偷东西好吧，也没偷好吧，确实没啥偷的好吧，你别啊，那操作压力很大的，那不如。不如操作去干点别的事情啊，别偷一个骷髅也没攻防没用啊。这里脚踏车很多，分矿要丢了， TP 的分矿没了，分矿一没浪漫就很难了呀，这个位置还不好上，这位置太小了，这个路口太小了，这里人族并不好上啊。还有这个建筑反而是成为了人族的建筑，反而成为了 UD 的阵型的屏障啊！沉默了一下，哎呀，这个路口太小了，被骷髅海疯狂制裁 ，MK 六级。哎呦！骷髅海有点牛逼啊，确实有点去不过来，太多了，想杀小黑第无敌，小黑被骷髅海暴风雪砸死了，但是对人族来说没用啊，你没钱了，没钱了，也就是说骑士的用处不是很大，没钱牌啊，那拿啥当钱牌呢，没钱牌是主要问题啊，用什么当钱牌呢，得扛伤害啊。罗曼蒂克主矿也要踩干了 ，Happy 这边要是啊 ，Happy 这边要是开心的话，甚至可以开三矿啊。你说不要前排 ，MK 一个人扛，等级高了倒是可以，我觉得啊，如果说帕拉丁有三级，我觉得 MK 一个人扛也不是不行啊。也不是不行，我觉得，我是感觉这骑士是没输出的，
其实不如搞点小炮啊，我觉得分兵出兵好像确实，但是其实不如搞点小炮，没输出。我觉得打骷髅海还是爆输出比较要紧，好吧？你这边什么肉盾好像真是不需要啊，直接多管小炮，踩地板暴风雪，把他的骷髅秒了得了，啊！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啊，但是我看。小炮人都已经没钱了，人都这是这。各种尝试的都不行啊，那打不过就只能用一硬罢了呀。哎呦，提及了，这个团战被吊起来锤，想杀小黑 C 了一下，哎呦，36人口，没钱了，即将敲出GG。不是不打车子，打得到车子吗？前面一排骷髅砍了，打得到车子吗？倒是想打得到吗？好，这边矿也开了。前面好几堵墙，全是骷髅在那给你打你，你怎么可能突后排啊？只能先把骷髅先清了。打骷髅海的话，人族的英雄倒没有说感觉没有特别那个呀。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击。能有火烧不？大法师冰火，首发大法师，二发血法，三发帕拉丁，直接来冰火，火的效果会不会比踩地板好啊？但是你出了血法，别人就不那个了，别人就不出海了，怎么办？对吧？你出个血法，别人不出骷髅海了，那你不就懵逼了？施鸠也不好上，施鸠你们看着觉得施鸠很牛逼，其实施鸠也不好上。主要这个版本脚踏车也加强了，跑得变快了，跑得比以前。那骷髅海这战术是骷髅的是骷髅海的哪加强了我也不知道，UD 的加上了一堆东西，我也不知道咋改的。施鸠你走不上去啊，你上去别人给你残废给 NO 啊，你走不上，上去被骷髅法师给秒杀了，施鸠死得特别快。就加强了脚踏车，那个上文不咋能赢啊，上文不打骷髅还不是能赢吗？怎么突然就赢不了了？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击。哎，不过以前哈比用骷髅海都是绝望的用的，哈比是绝望局用骷髅海寻求翻盘，他绝望局用骷髅海，哈比现在开始无脑用骷髅海了，优势局劣势局无脑骷髅海。一座基地正遭到围攻，人族等级起来是能打的，但是这盘肯定没救，这盘没钱了。哎，这盘把人族等级贼高，665。就赢了，但是你的等级能起来，这场等级起本来就被弄死了。这暴风雪刮痧，别的更刮好吧？暴风雪已经
已经是有输出的东西了，别的技能更寡就真的。好了，老半天还在坚持，但其实早就没有坚持的必要了。奇迹。3-2。浪漫啊，我说难无趣战太多了，有的时间你也去不过来的。我说看一下嘴脸，输了有啥看的呀？没赢，输了有啥看的呀？再杀他4级的，听听老板你跟他说啊，我都快，真的好，听老板你跟他说啊，兄弟们听一下，大家看精彩直播的同时，兄弟们可以看看小黄车里面啊，看看小黄车里有什么需要的可以下单支持一下主播，否则全场不是沉默啊，做的不是很到位，这一波压制，他不是沉默，否则全场不是沉默啊，是驱散，但也其实还行，杀了好几个零交 TP， 我都4级半打3级半了都。还能比这更优势吗？这把前期比这更优势吗？这把前期确实是优势啊，罗曼尼克。但是优势不够大，他没科技优势，就是等级优势，好吧。小优吧，前期我觉得。真他妈屌！小优啊。上 BT， 这波也没送精英啊，大怪的精英也是我的呀，步兵全反补。五盘吧，应该是五盘，不是七盘，应该是五盘。这个逼死我呗，一般都是五盘啊。好好看看，可能还是要出火枪。我觉得枪炮难污，别出骑士，骑士没用。这场打完我觉得骑士还是不行，我对吧 ？Romantic 也觉得骑士不行，我一看就感觉这骑士没用嘛，骑士有啥用啊？其实也没多肉，这骑士也没多肉，就南无火枪枪炮，差不多啊、哦。天地试过，试过再试一次好吧，再用用啊，不是试过，你不是说试一次输了就那个好吧？这个怪这个太轻松了，这一波血亏。这波我还没成型，他刚才觉得小炮没用啊，有没有可能是骑士没用啊，让他觉得小炮没用啊，就这一波亏啊，有没有可能实际是骑士没用呢？这个点的经验保护，我觉得有没有可能，兄弟们保护是我的经验保护，他现在这个技能是妈升的太快了，这个技能双逼有他的很多，哎呀，搞得疯！我这么快就5级，我天！我觉得可能还是操作的习惯问题。开画面就不开了。不要太想着去一波打死。捞经验，慢慢打。应该没了，打天梯了。
几点了？十点了，再打几盘天梯。还一百了。给 CY 送的威力，送的高阶灯牌还有威力闪耀，谢谢。我的毛黄了。2695分，毛黄怎么突然分数又涨上去了？昨天不是2500多了吗？最近我这天梯那就突出一个嘎嘎乱杀呀，真的是嘎嘎乱杀。黄金不足，黄金不足，黄金不足。嗯，够了。感谢感谢感谢束缚的彼岸，谢谢谢谢落落的小盲抠柚子，谢谢啊！感谢感谢落落的小盲抠柚子送的三个眼镜啊，感谢。黄金不足。你的建筑已建造完成。再建几座月亮井。你的建筑已建造完成。兄弟们看精彩直播的同时，也可以下一单小黄车里的东西啊，可以看看有什么需要的，可以下一单支持一下主播。我们的啊，非常需要大家的支持啊，兄弟们啊。你的建筑已建造完成。不能在那里建造。黄金不足。黄金不足。嗯，他想抢黄皮好像。我已就绪。指路吧，放箭。下令吧，正在待命。指路吧，我已就位。指路吧，行，好的。猎物就在。正在待命，下令吧。懂了，易如反掌。八十八了。行，好的。我来调查一下。我已就位，指路吧。懂了，一切做好才决。正在待命，下线几座月亮。还要全套了兵甲，你的建筑很难打呀。建造完成，我已就位，我来调查。我既是正义的铁腕，你做好才决，我能品尝到他们的恐惧。我来调查。单杀待命，八十八了秒。我既是正义的铁腕，我们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。我既是正义，练也太慢了。我能品尝到恐惧，我来调查一番。你做好裁决了，八十八了呢。我们的神圣林地正遭受亵渎。天撒待命，你做好裁决了吗？我既是正义的铁腕，天撒待命。你的建筑正在建造完成。人招战，我来调查。我既是正义的铁腕，单杀待命。我已就绪，我来调查。待命。八十八了秒，你做好裁决了吗？我既是正义的铁腕，八十八了秒，单杀待命。不能在那里建造。你做好裁决了吗？我来调查一番。我们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。你就当双黄蛋。我既是正义的铁腕，你做好裁决了。我就是法律，伸张正义。二十八了，三三三。你
的建筑已建造完成。那只能先归住了，前期练得有点难受。前期还真就抢我一记怪。我来调查一番，狩猎开始。班萨达里努，我既是正义的铁腕，伸张正义。你的建筑已建造完成，正义从不迟到。你做好裁决了。Hello， 狩猎开始。我既是正义的铁腕，班萨达里努，我来调查一番。阿什巴勒就位。阿什巴勒诺正在待命，你做好裁决了，下令吧。我既是正义的铁腕，指路吧。我来调查，正在待命。没办法，他前期开局有点亏。指路吧，下令吧。得先扛一扛一段时间的压。下令吧。他其实也没干事情啊，他也没练就。我会替他已解决了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我还挺想跟他打。下令吧。我来调查一番。正在待命。你做好裁决。我已就位。你的建筑已建造完成。你的建筑已建造完成。正在待命。我来调查。我们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，你做好裁决了吗？阿什巴勒诺，研究完毕。我既是正义的危险、啊，明白。他来抓我了，他没练就，他就冲他来抓我了。既是正义的铁腕，哎，练了。我来调查一番。我们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。伟大的大自然。你做好杀我小精灵、啊、我能品尝到他们的恐惧。我已就位。阿什巴勒诺，指路吧。我来调查，正在待命。你的建筑已建造完成。班萨达里努，你想要斧头吗？他们插翅难飞。阿什巴勒诺，我们的战士正义的正在与敌人交战。你做好裁决。伟大的大自然。你做好裁决了吗？我来调查一番。他来杀我精灵了，但是我机智的我小精灵肯定提前躲起来了呀。需要更多路才想杀我的精灵，正义的铁腕。杀了你，我躲在这个树上，你就杀不了。我来调查一番，我很乐意。班萨达里努，阿什巴勒诺。哎，你做好裁决了吗？正展开伟大的大自然。我既是正义的铁腕。我们被入侵了吗？乐意奉陪。班萨达里努，他在上面干嘛呢？挂在树上呗。嗨，你做好裁决了。我碰上麻烦了吗？是正义的铁腕，明白。我来调查。阿什巴勒诺，跑哪去了你？自然在召唤我，为了古树。矿盖子你也不拆？我来调查。哦，我操，转了一大圈过来，你可真牛逼啊！你的建筑已建造完成。我们被入侵了吗？碰上麻烦了吗？阿什巴勒诺，碰上麻烦了吗？还好没拆掉。真是谁来承受我的怒火？我既是正义的铁腕，班萨达里努，阿什巴勒诺。哎，这边我的波浪等级有点低啊，不练武了吧？我来调查一番，阿什巴勒诺。那我的等级有点低，感觉得那个。我得出熊猫。如果能早点到五的话，直接出那个。这盘感觉到不了五了。再喝一轮。我来调查一番。谁敢要到麻烦？
升级完是本能。我会试试看。我们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，明白？正义从不迟到。想过点啥？我既是正义的铁腕，我能品尝到他们的恐惧。谁在酿造麻烦？你做好裁决。哪去了？阿什巴兰诺。你想喝点啥？你似乎想喝上一杯。你做好裁决。你的建筑已建造完成，胜利开始。明白。再喝一轮。再喝一轮。我既是正义的铁腕。似乎想喝上一杯。下令吧。我在。我来调查。阿什巴兰诺，仍旧晚于胜利开始。谁在酿造麻烦？我来调查。哎，这么巧。你被遗弃了吗？再喝一轮，请了。我既是正义的铁腕，我能品尝到自然的召唤我。你做好裁决了。你似乎想喝上一杯。我来问，我很乐意做好裁决。再喝一杯，正义从不迟到。丹萨戴姆，你似乎想喝上一杯。我们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。自然召唤我，对我既是正义的铁腕。你被入侵了吗？我既是正义的铁腕。哦，很荣幸。正在开路，你的建筑已建造完成。丹萨戴姆。谁在酿造麻烦？你做好裁决。我，你想喝点啥？正义的铁腕。你想喝点啥？我带。那是我的。不能在那里建造。再喝一轮。谁在酿造麻烦？你做好裁决。研究完毕，我来调查。明白。似乎想喝上一杯，记在你的账上。再喝一轮，自然在召唤我。那谁在酿造麻烦？我来调查。你似乎想喝上一杯。我碰上麻烦了吗？既是正义的铁腕，你的建筑已建造完成。我们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。我们被入侵了吗？你想喝点啥？哎，自然在召唤我。你做好裁决了吗？研究完毕。哎，自然在召唤我。阿什巴兰诺，我既是正义的铁腕，你的建筑已建造完成。我来调查一番，我能品尝到他们的恐惧。我们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，我们的神圣领地正遭受亵渎。我既是正义的铁腕，黄金不足，沉睡中燃死心。碰上麻烦了吗？狩猎开始。你似乎想喝上。我来调查。你想喝什么？你的建筑已建造完成。你的建筑已建造完成。你的建筑已建造完成。我们被入侵了吗？我既是正义的铁腕，我的力量听你调遣。我来调查，研究完毕。阿什巴兰，再喝一轮。你做好裁决。为了古树，我们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。我们被入侵了吗？研究完毕。丹萨戴姆，谁在召唤我？麻烦。我来调查，麻烦了吗？狩猎开始。阿什巴兰诺，我们被入侵了吗？我们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，正义的铁腕，自然在召唤我。敌人在我们。我亦是正义的铁腕，我来调查。再喝一轮。丹萨戴琳，自然在召唤我。阿什巴兰诺。你做好裁决了。你做好碰上麻烦了吗？你似乎想喝上一杯。你的建筑建造完成了。碰上麻烦了吗？我来调查一番。你想喝点啥？丹萨戴琳，你想喝点啥？自然在召唤我。
终于有空回家，回家去买东西了。你做好，你先给练。我们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。这还有两个熊啊！我怎么感觉我的熊有点少？我靠！我已就位。沉睡者已然苏醒。你做好裁决了吗？请君赐教。为我好，你是正义的。你坦克也搞不到，你的坦克也没搞到啥东西。明白。请点拨。我来调查。自然就叫上我。再喝一轮。我会试试看。你想喝点啥？我既是正义的铁腕。谁在酿造麻烦？你做好碰上麻烦了吗？八十番了，我们被入侵了吗？我来调查，我们被入侵了吗？丹萨德，那是自古想喝上一杯。我既是正义的铁腕，丹萨德，再喝一轮。哦，很荣幸。你做好裁决。要买点什么？我来调查。你想喝点啥？自然就召唤我。谁在酿造麻烦？黄金不足，我们被入侵了吗？你是正义的铁腕，明白。丹萨德姆，自然在召唤我。研究完毕。沉睡者已然苏醒。你做好裁决了吗？碰上麻烦了吗？我们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。怎么转空军了你？碰上麻烦了吗？我们品尝到他们。你想喝啥？自然在召唤我。好的。自然在召唤我，我来调查。狩猎开始。再喝一杯。你做好。我会试试看。我们的战士。咋不臭没来了？这么厉害。我已是正义的铁腕。喝上一杯。阿什巴勒诺，我们被入侵了吗？我来调查。欧多若，我们被入侵了吗？谁在酿造麻烦？自然在召唤我。在待命，一出战，易如反掌。我来救你。哎呀，刚才熊站起来被他偷袭了一波，有点亏啊。你做好。我的熊站起来被他偷袭了，我靠，杀了我两个熊。我是正义的铁腕。你想喝点啥？正在开路，我很乐意。前路明澈可见。我们的金矿快要采空了。谁在酿造麻烦？再喝一轮。你想喝点啥？我来调查。你似乎想喝上一杯。黄金不足。谁在酿造麻烦？我们的战士。我靠！我又偷袭了我个肉熊。我已就位。行。啊，碰上麻烦了吗？人死刑了。你的建筑建造完成。再喝一轮。碰上麻烦了吗？我们的战士，我来跟你们交战。轻了吗？狩猎开始。丹萨德林，我们被入侵了吗？我既是正义的铁腕，正义从不屈。你想宰谁？下令你做好，我已就位。阿什巴勒诺，碰上麻烦了吗？你做好裁决。你想喝点啥？被入侵了吗？阿什巴勒诺，我既是正义的铁腕，我来调查。
你的法力正好用法力，你似乎想喝上一杯。我们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，酿造麻烦了，再喝一轮。我来过，我们被入侵了吗？再喝一轮，居然在召唤我，正义从不迟到。你似乎想喝上一杯。我们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，演错技能了，我操！下令吧，你做好。我自然在召唤我正义的铁腕，正在带敌人前进。指路吧，你们被入侵了吗？我与救我们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。为了保护你，下令吧。我点了个三，正义的铁腕，点了一个三级的那个。正在待命，我来调查。前路明澈可见。洗个点，洗个点。点了个三级的。做好裁决了吗？我能品尝到他们的恐惧。狩猎开始。Blink。丹萨带领我，我们的神圣领地正遭受来电。我的力量，情感，表现在你身上。你似乎想喝上一杯。我既是正义的铁腕，哎，别指着，别指着踩钱了，这钱你肯定是别想踩的。谁在酿造麻烦？动身，我会试试看。你做好裁决了吗？正义从不迟到，狩猎开始。明白。我操，这一下也被你给锤了。正义从不迟到。你还挺能锤。狩猎开始。我们的战士吗？正在与敌人交战。你是正义的铁腕，明白？谁在酿造麻烦？我们被入侵了。不，很容易。哎，再喝一轮。居然在召唤我，碰上麻烦了吗？下令吧。好的。阿什巴勒诺，我能品尝到他们的恐惧。正义从不迟到。狩猎开始。明白？我们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，正在待命。你做好裁决。你想喝点啥？谁在酿造麻烦？阿什巴勒诺，再喝一轮。这杯我请。你做好裁决。你似乎想喝上一杯。我们指路吧。Hello。正义的铁腕。他的矿，他的矿应该没多少钱。召唤我。我已就位，下令吧，正在待命，易如反掌。自然在召唤我，我们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，碰上麻烦了吗？我们的神圣领地正遭受血正义的铁腕，你们听到了吗？能品尝到他们的恐惧。他速效化了。我们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，你是正义的铁腕。我已就位，我来调查，碰上麻烦了吗？我来调查，碰上麻烦了吗？你做好裁决。我要全给我死。你的法力，又来了你！你似乎想喝上一杯，谁在酿造麻烦？我来调查，即刻动身。来开，我开不？谁在酿造麻烦？到基地了没？我
既是正义的铁腕，他们插翅难飞。我们的神圣灵兵正遭受戏法时，我能品尝到他们的恐惧。你的建筑我来建造完成。操！我直接被围了。既是正义的铁腕。我操！又被围了。你似乎想多少人？我靠！这是耻辱大招啊！直接就被围住了，尴尬了。反正他也踩不了钱。反正你也踩不了钱，你能咋办嘞？再喝一轮。碰上麻烦了吗？下令吧，易如反掌。你似乎想和尚们都这样。你做好裁决了。我既是正义的铁腕。指路吧。懂了。你想喝点啥？本法感应。乾隆明智可教，我来调查。自然在调查。你似乎正在带正义的铁腕。我们被入侵了吗？我来调查。我会试试看。别杀我丁磊。是极有神。本法被入侵了吗？我操！你的建筑正在建造完成。伸张正义，碰上麻烦了。你的法力已耗尽，狩猎开始。再喝一轮。本法被入侵。小飞机没啥用了。他的分号应该已经踩干了，我跟你说。我们被入侵了吗？黄金不如既是正义的铁腕。我们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，迟到。谁在酿造麻烦？狩猎开始，你做好裁决了。那分号图一本浓。今天能再回，再回就守我自己的船。哎，刚才几个精英被弄死，有点伤啊。又来了，又是你们。我靠又被踩死了，哎呦真是。哎又被踩，这基地又被踩了，妈了个鸡的。看你怎么走吧这波，好吧。哎没特命的小路。打人都是这样子的，打人都打得慢的。有没有感觉我最近打的，最近我这后期打的就是游刃有余啊，兄弟们，有没有？有没有感觉我最近这个后期游刃有余？这团战的操作还有选择，有没有感觉，兄弟们？不，真的啊！你们没感觉吧？就你们没感觉，我最近打的这个啊，打的时候的节奏跟操作，我靠，简直起飞啊！打的跟屎一样，那是你不懂欣赏啊，兄弟啊，那是你不懂欣赏。
其实很多失误。啥失误啊？我想想，不就一个学徒技能了吗？还有啥失误？啊？大招死了，那个不算失误，那招在那死了也算失误。那他招在夹缝中间，谁知道他招在哪？那个不算失误，好吧啊，那个只能说不够细啊。大招不是被围啊。黄金不足。对，五个精灵不应该死啊，五个精灵不应该死。黄金不足。这把是冰兽。那几个精灵不应该死。鸟德被飞机打死不算失误。那个熊应该，对，熊不应该死，那个熊应该给他加一口的，熊不应该死。鸟德被鸟飞机杀鸟德跟杀鸡一样啊，你想死就很难啊。我的飞机把他的坦克打跑干了就行了，已经完成任务了。打的肯定还能更进一步啊，只能说不够做到啊，做的不够完美啊。那说做的不够完美啊。最近听你打的孩子不卖货，最近打的也就那样吧，也不算嗨吧。我已就绪，正在待命，指路吧。我已就位，我们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。下令吧。指路吧。我必须保护这何为地，自然如此，直面自然之路。再见，不能在此扎根，自然躁动不安。谁在威胁大自然？下令吧，机不可失。行，好的。下令吧，有何危机？怎么过来的？谁在威胁？少来个人是吧你？理所应当。再见，卓越。就这样，休想伤害大自然。正在待命。灵魂在上，我已就位。自然躁动不安。下令吧，自然如此。机不可失。你的建筑已建造完成。有何危机？你的建筑已建造完成。行，将偿命。指路吧。谁在威胁大自然？正在待命。机不可失。好的。自然躁动不安。我们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。灵魂在上，直面自然之怒。为了卡利姆多，下令吧。这波掉点血无所谓啊。自然加个井水，现在正好没什么事，没什么，我也短时间内不会回来喝这口水。他追我也无所谓啊。我去泉水泡一泉。他们还有两个小的，我可以双线练级的。泉水泡一泉。不能在那里建造。有何危机？理所应当。已就位，自然躁动不安，必将复仇。能干的事情非常的多。下令，已就位，自然说吧，躁动不安。女神为我照顾别磨蹭，指路吧。谁在威胁大自然？正在，我已就位。行，别磨蹭。有何危机？我必将。看起来我在逛街，其实我在上线。有何危机？去找敌人。自然躁动不安，就这样吧。正在之手，机不可失。说吧，谁在威胁大自然？我们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。正在之手，机不可失。为我照顾你就位。